哋贴上嚟嘅两位校友，咁啊，当然都系其实四届啦。咁我系读四班嘅，叫做叶文妹先啱嘅，因为读书嘅时候我用呢个名，咁后来咧出嚟做事嘅时候咧就改得叫叶文慧。咁啊，我嘅拍档，我系六九班嘅朱嘉玲。各位老师好，各位校友好。今年咧系2011年，50年前，1961年，我哋在座嘅校友同学系喺嗰年系小学毕业嘅。光阴似箭啊，眨下眼半个世纪啦。所以希望今晚大家可以多啲倾偈，多啲交流。今晚大家系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。最值得高兴嘅就系我哋邀请咗曾经教过我哋嘅班主任啦、科任老师啦，咁能够咧系百忙当中啦，同埋佢哋能够即系抽空啊参加我哋呢个聚会。50年，我哋先至第一次以界嘅名义搞嘅一个聚会。咁咧校友讲笑，唔使再搞50年，我谂将会咧我哋会再搞多几次嘅。咁咧就今日好难得嘅，我哋请咗今日有阿黄永芳校长会出席嘅。不过咧就佢即系身体嘅问题咧就系唔能够太长时间咧系喺度参加。咁由司母司礼川老师咧系参加咗我哋今日嘅聚会。咁跟住我哋仲会有六一班嘅班主任余以云老师，六四班嘅班主任杨红瑞老师。请老师就坐得嘅咧，一阵间我哋会请啲老师咧会上嚟台上大家见面嘅。六七班卢庄老师，六八班班主任麦德强老师，六九班班主任金启智老师，六十四班班主任朱远昌老师。仲有我哋几位科任老师。比如音乐老师陈国夫老师、英文科老师萧敏仪老师、电工科老师舒仪老师，总共咧有十位老师咧，今日咧系抽空参加我哋呢个聚会嘅。我哋全体嘅校友，我哋一齐起立，向我哋劳苦功高嘅老师我哋用热烈嘅掌声，多谢你哋，多谢你坐得啦。我哋校友用热烈嘅掌声，向我哋嘅老师致敬。50年，佢哋都仲能够记得我哋当年关关阿鬼系嘛？请老师就坐。请各位同学就坐。